这条路是我在管的，55巷是我在管的，55巷是我在管的，55巷是我在管的。你说你55巷你在管，你要给我肖像权哦。我不用，在公众场合就不用。你拍我，你要给我肖像权哦。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啊！记得你的车牌。你再说一次啊！这里都在停车，不是停摩托车啊。那为什么不能停？你说这条路是谁的嘛？这条路是我在管的，55巷是我在管的。你们是37号、39号，你搞清楚。嗯。啊，好生跟你讲，你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你到那边去停，不要停这边。你继续拍没关系，我记得你的车牌，下次来你小心。这里是在停车的，你不要继续录没关系。你继续录没关系，你跟我讲你住几楼，啊？你告诉我，等一下你告诉我你他住几楼。我住这里了，你继续拍没关系啦。